那是因为我们是在冬天认识的。来，吃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这可以。哇，吃还得看莫老师。那必须。你那是要觉得辣，加点醋啊，这个解辣。我刚刚听你说辣，给你加点吧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够了。够了。谢谢。 啊，我也辣死了！好辣，你帮我也倒点呗。我给你倒一杯，要不要？老男人，态度那么差，难怪被甩啊！说什么呢？我那叫和平分手，男人不说前任坏话，这是一个男人的基本涵养，懂吗？哦，哎呀，你会说？你单身啊？啊，单身。我看网上说你有女朋友的。 那都是他们瞎编乱造，然后传出去的。谁问你？谁问你？说清楚。我真的有看见过那帖子，可是那个叫珊珊的吗？啊，晚上你胳膊一块拍照，笑得可甜了。谁能说这不能说，知道吗？哎，把鸡眼呢？我们绝美老师人可好了，真的。哎，沈胜，你身边有没有合适的撮合撮合呗？ 咱们一会儿要坐渡江游轮的码头，咱们马上就能看到鼎鼎大名的漓江了。这个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提到过，漓江岸边十万情山。说的就是啊，非但如此，我们还能看见二十元人民币背后的那个图案，也在这里啊。来来来，给大家呢啊买的都是一等货啊，咱们可以坐在船头看看风景，好吧？辛苦辛苦，还得是朱总呀。谢谢。这我的。我晕船。 我晕船，有别的路可以走吗？你晕船啊？坐这种大的游轮也会吗？我从小就晕，我一上船我就要倒，头昏眼暗地的，不分大小。这样，你坐车，咱们有小车都自己的，啊，以前很多晕船的人都选择走陆路，沿途风景也不错。那深深，我去坐车了。那我陪你一起去吧。没关系的，我自己可以。我陪你吧。 你个人坐车坐那么久也没人陪了，那是不是耽误你坐车？我没事儿，我怎么样都行。行，就这样吧，让周正陪你，一路上还能有个人说说话。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你去坐船吧，我自己真的可以。这样，我陪你去，好吧？我总早这儿，你提前。你陪我，你陪我。啊，咱俩多久没见面了？你不陪我说说话，你给我坐船。你票给我退了吧。啊，来来来。 君美，你是大家长，你负责代替大家照顾下人家小姑娘啊。走，走走走走走走。陪我们，走。放心吧，我们走。对不起啊，真的麻烦大家了。那深深，我们杨硕见。放心吧，君美最会照顾人了，你同学交给他没问题的。咱们走。 现在这些大又长，慢点，小心抬梯。同志们，十万情商！哎呦，同志们，让让让，齐心协力，咱们。好吧。哎，一起一起。哎呦，这风，这风太舒服了。来，快快快快快，快上啊，快上！天气也好。
一会儿吧，一会儿吧，咱也进去了。在那里头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呦，真美！哇，完了，走走走走。就咱订的房间。有空调，就挺好的。白哥，包间在这里头，咱这二楼今天没人，一会儿想喝点喝的啊。来，你两万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话说，这这地儿可以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吃点菜料，就是不一样。哎呀，这喝多少可以点点茶喝啊。别闲着，打牌了，来来来，包小松啊，打牌吗？可以啊，来来来，哎，申申，你们打吧。不打了，哎，吃零食了，我去买点。我还是不给我一个。我培训我做多少？哎呦，哎，坐着了。你们这玩意儿每次都安排，你们得心花样。这不费脑子啊？我先抓了啊，来，哎，那我继续，也不怎么出去了。哎呀，我牌不错哦，你们小心点儿。抓牌。 还不错哟。以前总听说山水甲天下，无法体会，太美了，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放你拍张照。嗯，好。 来，摆个姿势，拍了。好了吗？嗯。怎么样？你要不要和我一起拍？好啊。 横过来就拍不到后面的青山了。对啊，拍不到了。嗯，那还是竖歪吧。要不你靠过来点。 看别人谈恋爱看多了，总该是有些麻木的。这看枪念慈谈恋爱，越看越来劲呢。是不是有点初恋的感觉？哎，对，准确啊，徐生，人家枪老板本来就纯情，不像你。我怎么？看着就是张花心脸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这叫长得帅，反而不花心；见过世面，反而踏实。哎，不要。 我只说你花心，可没说你帅。哎，他都已经单身多少年了，完美配音三大王牌，我名气不比他差，为什么最后我落单了？哎，你这孩子，你争点气呀、啊？就是。哎，我还帅白呢。让你争气？你看人家周正啊，放弃这大好的漓江风景，追着姑娘就去。木木，你给我翻译一下。 他在说什么？其实啊，都是他瞎猜的。据我一路观察下来，人家俩挺清白的。你说谁？生生的同学，短头发那个？看不出来了。
前面有两座山啊，跟这个人民币被埋预定的一样，就在这看，千万别错过啊！谢了，没事。那等等，哎，到那儿了，是哪儿啊？应该那个后面就是了。那个吗？哦，还没到呢。啊，行行，到了。上来，上来，快点，快上路了。看见。他们都到顶上去了，我们要不要上去？顶上风大，好，你一会儿上去，站得高看得远，还有点高，有点高，略高。来来来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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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
我俩不在里面，怎么排挤我俩？你排挤我俩？你哪里？哪里过分？冻着了，冻着了。哎呀，今天在，今天在。怎么突然下雨了？不是了。你们要进去吗？都可以啊。只是可惜了，不知道下次再来是不是。你先进去等着。啊。很快到了，我叫你。那你。你在里面等着。越下越大，太大了也，怎么会这么大雨啊？这地方就这样吗？动不动就下雨，一会儿就停了。谢谢。为什么一定要在外面等啊？还淋着雨，这多有意思啊！哎，人民币十减图案马上就要见到真的，多带劲儿！等会儿多拍几。像这种经典打卡，网上肯定很多人拍，自己下载几张存起来自己看就行了。不，太清醒的人会遭人嫌弃的。我都说他一百遍了，不然他怎么叫木木呢？赶紧拍照，马上到了。还有两张，别了，这山都差不多，回去 P 吧。这张吗？对吧？越下越大了。深切于天外星，一点一滴勾勒出昨日惊喜，和眉眼如画的你共同写意。漫过山峰的雨雾轻轻，似是看不厌走不倦的曾经。这一路千里共繁星，我共你走下去，百年月共夜照一夕。如同云低时天下雨，你低沉的时候我动了心。从此耳畔一更新三更雨，千万种声音中听见你，千万种声音的孤寂，听见你独白句，说我很想很想你。我读懂一幅画外音，读懂你的悲喜，一遍遍日久生情。千万场人声鼎沸里，听出你的声音，说我很想很想你。星辰面千万个朝夕，温柔如清晨雨，轻落在门外梦里，此生有你。快快快快来来来来，走。
3、2、1，有了有了有了，那他给我们发了一个二百元的。是天下雨，你低唱的时候我动了心，从此耳畔一更新三更雨，千万种声音中听见你，快擦一下，好大的雨啊。这里有毛巾啊，谢谢。不冷吧？嗯，帮你擦。我这衣服全湿了。你热水热水，有没有热水？洗把脸呢。啊，这酒店呢还热水？这雨，这也太大了吧！这雨，这边也湿了。干什么呢？我给你倒杯热茶。谢谢你啊，老板也到。哎，等一下，有点烫。哎呦，够了喂。好了。谢谢。师傅，把那个空调温度开高一点吧。嗯，行。哎，你们呀，难得来漓江，不坐船只坐车，好多风景看不到喽。这路程太长了，他一个人坐车也没人陪着，大家都热热闹闹在船上玩，想想就怪可怜的。醒了。嗯。那个刚才停车，我看你睡着了，就没叫你下去。这是什么？那个热奶茶，我怕凉了就放杯子里。刚买了个保温杯。这下雨了，你买奶茶不会？没关系，你尝尝。好喝吗？好喝。当然好喝，实打实真茶叶煮出来的。哎，师傅，您是那个桂林哪人啊？我就是阳朔的。一会儿送你们回去之后啊，我正好回家吃饭。你们俩路上就别睡了。一会儿雨停了，我给你们停一下。难得来一趟，拍几张照呗。好，谢谢师傅。那个我倒没什么，就是他第一次长途旅行，错过了还挺可惜的。啥？等会儿，你为什么刚刚不下来？杨杨警，哎，上菜了，你看，我刚才问了，还有半小时，是这个姐姐们。闲来给我捧个。你怎么去哪儿都能找到好吃的呀？因为身边的吃货太多。只有一盘啊，去拿来。你怎么不拿？收盘可以，我先帮你们尝尝啊。你倒是不客气。
这一路千里共繁星，我共你走下去，百年与共一朝一夕，如同云低时天下雨，你低沉的时候我痛了心。他俩活成小世界了，你总盯着他们干什么？你听没听见啊？他们的定情曲都放好几遍了，我也发现了，重复率太高了。还有几首别的，全和这小子有关，不是他的动画电影主题曲，就是他配过旁白的剧情歌。羡慕啊？羡慕自己唱啊？不敢，我五音不全。你俩不觉得丢人吗？你们才是正经八百的古风歌手。这点没变啊？对啊，咱俩最少是有名有姓的呀。哎，豆姐，你就没有什么感觉吗？没感觉，而且人家枪老师本来唱歌就好。等着啊！嗯，干嘛呢？干嘛去？战意盎然。胡爷，点歌吗？谢谢。他到底点哪首？我猜啊，一首《偷凉》，一首《白马》，啊，还有一首你的歌。我猜第一首肯定是《白马》，你看看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是不是？点完了啊。剩下的一盘散沙，哎，这盘螺丝我吃了啊。跟你在一起，嘴永远都停不开。不会觉得乏味吗？只有吃。当然不啊，吃穿住行吃排在第一位，是人类的刚需。他们这里的菜很多都要加螺丝，用来提鲜的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你要是喜欢，就都一起在这里吃了吧。哦，对，还有虾，爆炒漓江虾，在漓江上走，不吃他们的虾，那真的太可惜了。哎，别这个。来来来，不占肚子，慢慢吃，打发时间嘛。好好哥，直接上手吧。哎，这边，哎，到了，终于到了。啊，咱们快一点点，中国旅游明线，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梁朔。咱们的车在那边，往这边走。OK， 好嘞，走了，上走。那还有首都线，每年都有涨潮期，你们来的还挺巧的，刚刚过。之前有个演唱会在这办，赶上了，半个阳朔街道都被淹了，挺惨。那淹了之后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收拾收拾，接着过日子呗。这祖祖辈辈都这么守着漓江过来的，家嘛，对吧？这边，来。来，这边，怎么样？环境确实可以啊。我跟你讲，阳朔首屈一指的酒店啊，这江边去哪儿都方便，怎么样？哇，真气啊！这周点不到酒店啦。你拍我的吗？兄弟，朱总不在里边更好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从这儿往下啊，有鸭子，有锦鲤，还有羊驼，那个旁边有饲料都可以喂。还有羊驼呢？有啊。哪呢？没看着啊？你这会儿看吗？你得往里头走。哎。学妹他们来了，嗯，哎，这小子真有劲儿，一手一个，你看看。哟，我还以为你们被暴雨困住了，或者车抛锚了，至少要明天才能见了。我说你小子现在跟我两个没大没小的吗？是不是想跟我睡一个房间，让我教育教育？没有。那我跟谁住啊？反正不是跟我。怎么还有这想法？哎，其实我们木木人挺不错的。倒没事，你们这边太乱了，我不管了。你们俩住一间，对，我俩住一间。那我自己住一间，你们仨怎么安排？我跟你一起，他们俩一起。跟我？这么久没见了，多聊一会儿。老家正经。哎，行，咱一起。你走，搬上住，走。是不是就是前面？嗯。哇，这环境真好。嗯，这儿啊。我坐着坐的腰疼，我吃的快撑死了。
你不是坐船吗？怎么还把自己吃的这么沉？先是上了一盘螺丝，说是漓江水养出来的，新鲜。他要我吃，我吃啦。然后没吃完，又上了一盘爆炒漓江虾。我想着，总不能浪费吧，就全都吃完了。你这分明就是炫耀。我刚才一直在摇摆呢。摇摆什么？我在想，你呢是想跟我住，还是想跟他？当然是跟你住啊。哦。哎，你干嘛？洗澡，换夏装。怎么了？我一个老总自己住，订个大床房不为过吧？不是你要跟我睡的吗？能换吗？换不了。哎，旅游旺季，这最好的酒店提前一个月都订没了，你除非换酒店。你干嘛？哎，你多宅啊！那。哦，能拉开。我睡这儿吧，你怪委屈你。帮我打电话让酒店拿一套新的床让你提吧。这咱俩这是挺好的吗？这不都宽敞。你干嘛？洗澡。说陪我聊天，进两天洗澡。我换衣服，别出来啊。在干嘛？在等你微信。你们社团有安排吗？今天自由活动，明天集体活动，要不要出去找羊驼？等我吹干头发。启程出去啦，晚上不用等我移动速度很慢啊，生生同学。我都不敢认你。为什么？没见过你穿夏装。那是因为我们是在冬天认识的。试试。哇！我那条好大。那我们可以尝试着让他们先消化消化，我们溜达一圈回来再问。好。哇，伤人的。你会骑车吗？会
小学六年级就会了，不过有个缺点就是不会上下车。小时候跟我哥学骑车摔过，有了心理阴影。后来呢，就只能踩在地面上上下车。所以啊，骑车要挑座位最低的骑。最低的。嗯。你家里有几个哥哥？五个，都是表的。哦，我爸爸家那边还有两个堂哥，不过都年纪太大了，不太有共同语言。家里不会就你一个女孩吧？对啊，就我一个，所以他们都叫我哥宝。哥宝？嗯。大家都很宠你。嗯，以前觉得还挺好的，在家里横着走，有好吃的都给我，逢年过节收到好多好多礼物。后来就慢慢不觉得了，他们一长大一上大学，就一个个变家长了，等于我有了好多好多家长。哦，这次我四哥还想请假陪着我来，太可怕了。试试看。嗯，可以吗？嗯，我爸妈家人丁少，亲戚走动不多，经常是我自己一个人，羡慕这种热闹的。难怪你喜欢和他们待在一块儿。看得出？嗯，当然，虽然你话不多，总是看着他们胡闹，但是能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种闹哄哄的氛围。骑在我前面，我怕撞到你。嗯。也不要骑到我旁边，我旁边有人骑车，我会分神。好，我跟着你。好。我看介绍说那边就是漓江。我们可以坐竹筏出去吃饭。好，那我们先他带路。嗯。下坡慢点。好。不热呀，从外边。心静自然凉。哎，你别装了，都认识一百多年了，怎么了？那几个臭小子在我房间打麻将，我睡午觉都不行。啊，你看我就说吧，老周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这次不是拉了六个赞助商吗？其中有一个临时撤资了，这挺突然的。我就知道你找我准备好事儿。嗨，我补上了，继续干吧。财大气粗，彼此彼此。那叫什么来？哎，哎，嗨，嗨，小静，不热啊，在外面坐着，我走一会儿就出汗了。你看刚才我就跟他说，我们里面点了下午茶，要不过来一起吃啊？哦，里面有空调。哦，好啊，这怎么上啊？你那边绕去这边。哦，那等我一会儿。你什么时候点下午去？现在点来得及，等会儿就说是你要吃，非要点的啊！你推我身上干什么？我必须是偶然和意外，偶然才能吃得下的。要我说，绅士这方面还得是你，真绅士。去点，快快快！去，你自己点去。撤资了啊！去，您跟我讲去。哎，小姐，周总。哎，去。你坐这儿吧。东西收拾好了吗？哦，收拾好了。这大热天的，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走啊？我本来想拍几张照片，但真没想到天这么热。是挺热，所以我才叫你进来吃点东西，凉快凉快。马上，他这边啊，西餐不是，好，对对。怎么样，小青？作为咱们合作方之一，对这酒店还满意吧？
哦，挺满意的。我第一次住这么好的酒店，谢谢啦。住这么好的？这是我一朋友推荐的。空气不错，这啊。挺清新的。对，我们家这就风景好。有的时候吧，我有时候就在外地就想家。干嘛？饭钱你得转我啊，250。那我不投资了。钱你得转，资你还得投，不然我不陪你演呢。活该你失恋。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工作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看，这鸭子真漂亮。这是肉鸭，专门用来吃的。这么好看，吃太浪费了吧？看着赏心悦目不好吗？那边那些白色的，倒是用来下蛋的。这几天我不吃鸭子。两个，每一趟得坐四个人，再等等吧，人数齐了才能开船。好，这边太帅了，要不我们去那边藤椅上坐会儿。好啊。哎，姐你慢点，前面搭下坡。哎，你双手捏闸比单手捏闸，一会儿给甩出去。要不是你求着我陪你做竹筏，真懒得带你玩，下个坡磨磨唧唧的，麻利点。这不快十周年了吗？你总不希望我鼻青脸肿上台吧？哎，生生，这么巧，我以为你们早出酒店了。我们在这儿等竹筏呢。哦，我们俩刚才来过一圈了，没人，凑不齐四个，咱们现在正好四个人。上船吧，走。难得见你打扮自己啊，莫老师。人为悦己者容嘛，莫老师也免不了俗。看得出来，你们俩穿的倒是挺朴素的，应该对对方都没什么意思。他挑衅我们。我们两个都搭了十几个戏的 CP 了，能嫌弃对方吗？就是啊。趁天还没黑，还不赶紧上船？快走了，多多姐。哎，真看不上我？你被小情侣传染了？
想谈恋爱？我呀，我一个人挺好的。休息过了，是啊，都快忘了生活什么样。每天除了隔壁棚就是医院的。你们俩是一个学校毕业的？对啊，他是我师兄，我们俩高中在网上认识的。高三我填志愿的时候，他帮我参考，后来直接就考他学校了。那个时候莫倾城课多，还是我帮霍亚松做的家教辅导。你一直跟我讲过速写题。那你考没考上啊？考上了。算是我师兄了。对啊。怎么不早说啊？不敢说呀，怕某人以后套近乎。我们经常到那个下面去抓鱼，那个下面鱼多得很。哇哦，坐稳了，前面就是溪流。哦，好。溪流。